起来了，哇，不妙不妙，哇，凯比的教练团这边就上来挥拳了，哇，天哪，哇，应该是不希望不会拉开啊，哇，攀登惊恐，他快拉开了。哇，没有想到比赛在最后阶段会出现这样的冲突，有些观众本来已经想离席了，要看一下刚刚到底是什么状况啊！哇，这个应该看一下 IRS 哦，如果离开席位的哇，都是会做一个处置跟判决哦。短时间刚发生的好快啊，是